阿月，阿月，来，我找到解救你的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把手给我，可能有些疼，忍一忍。 这么不是一种毒，而是一种蛊。蛊已经将母蛊吐到了我身体里，子蛊感受到母蛊的存在，它将会进入母体存在的宿体里。那你不会有事吗？母蛊，它会压制子蛊，所以子蛊在我体内掀不起风浪。那要怎么召回来呢？ 先要这样，然后阴阳交合。等等，那沈墨的蛊要怎么解？就……你不会是在诓我吧？杜斌，我在。 去趟郡主府，把沈墨的蛊也解了吧。是。你好些了吗？结果已逝，多谢太子。那个，或许你还记得小时候的事吗？6岁之前的。 记不太清了，但是我记得我以前身边老是跟着一个人，我唤他阿姐。对得上，程秘锁，还有胎记。胎记？你说的是哪个？你说的是他屁股上那个，还是胸前那个？那个，他伤还没好。 你们还是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别瞎想啊！我就是上药的时候不小心的看到了。啊，我懂，我都明白的。那我就不耽误你喝药了，你好好养伤。阿姐。 真的不疼了，真的不疼，全身上下就是嘴最硬，就你还第一杀手，还不是得靠我救？你下次要是再有事瞒着我，你就再也不敢。碎星谷没了，你以后想去哪儿？我想去大邑和陈国的边界看看。去那儿做什么？阿姐说，那是我们长大的地方。 我想去看看我的家乡。嗯，那我陪你去，咱们过几日就出发。好。尹国公，老臣拜见太子殿下，太子妃殿下。尹国公不必拘礼。老臣今日来。 是特意感谢殿下赠送解药，小女已经大好了。那就好。从圣王府里面找到了一些解药，给尹南瑶治好了病。殿下，老臣有个不情之请。如今小女已经痊愈了，又到了该嫁的年纪，您看这。
姑怎么听说尹国公有两个女儿啊？您看我老糊涂吧，老臣的二女儿尹南瑶，自小体弱，一直将养在闺阁，不见外人。如今她身体已经好了，也该像她姐姐这样找个好人家了。小月，你意下如何呀？你爹爹问你话了？自然是好，希望妹妹早日寻得良缘。好，我听说你身体没事了，要不然跟爹爹回家看看。你娘、你妹妹都牵挂着你呢。去吧。从今日起，姑的太子妃就改名为尹月剑。也太难听了吧！殿下，老臣告退。难以忘记深留我一身伤痕。